哦，大奇啊，今天怎样了？哇，有鱼哦，终于出现了哦，太棒。害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北提，又来北提基调的梨子。对，我又来北提了，因为上次拉臭肚实在是让我难以忘怀啊，手回去都还记得那个手感，所以我又来一次了。但是我这次来的时候不是掉臭肚，我又来挑战的是台中港基调的正货。OK。还记得我们很久以前的时候教育训练的时候有来过台中港啊，那次没钓到，所以我是又来复仇了，是有备而来，装备全部都上好了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来 go。那我们今天也是照着在地的，还记得我们的高速公路吗？就是要排队跟着走，今天也是来排队的，上工。啊，钓组资讯就，对，就这样，上面这些。啊，这次比较特别是。铅啊，因为这边流很台中北堤流很急，所以铅是用很重的铅。像我这只标，看到没？七钱，感谢我们的鱼拓中原赞助。我摇起来，大奇啊，今天怎样了？哇，有鱼哦，开心啊，都有鱼了。下大雨，上面改改啊。下大雨就有鱼了，大奇啊，几只？哎，挂棒呀！哦，哦，又是一只大奇啊！嘿嘿，嗯，换一面管有搞头了，哇！啊，哇，鱼挂草，一只鱼挂的一只草，红波哦，哦，红波哦，飞到哦，哇，小小只的，这是什么啊？红波，哦，红盘，红盘哦，来开红盘的，盘子哦，有，哦。哦，有了，虾米，哦，哇，好可爱，是狗狗，嗯，好小心，哎，这种也有小的也有毒啊，啊有啊，小的不能再小，怀疑人生啊，钓到怀疑人生。需要一个冰箱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做冰箱，我已经打折了。遇到困难了，不知道怎么钓鱼了。啊，其他两个怎么没来？没有啊，他们在台北啊。现在还不是季节啊！哎呦，丢了呀！钓鱼了！开机！有啊，有啊，又来一直都开了。中了嘞！要念一下才会中鱼啊！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黑黑的吗？黑黑的哦！黄鳍鲷，黄鳍鲷哦！不是吧？黄鳍鲷啊！太奇啊，念一念就有了，加油，再收有咯，恰奇啊，哎，靠腰，没事，再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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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哇哇，啊，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，哎呦，啊，狗要飞下去烤了这么久，终于烤了一只，烤腰嘞！哦，天哪，你终于出现了！我等你等了好久。
终于出现了哦，这只肥肥的，哦天哪、啊，好感人哦！今天来这边就是为了它，耶！这只怪爸，怪爸！大家大家都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了吧？就知道我们下课时间到了。那现在天气也是一个喜上温暖了、啊。刚来的时候天气很阴，它开始下大雨。但是到下午之后开始出大太阳，那我们的渔况也是一样。台中北堤真的让人真是一个充满惊奇无限的地方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最后跟大家说声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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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